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现在是在2021广州车展2.1展馆捷豹路虎的展台，现在是给大家拍的是这一款捷豹的两门跑车 F-Type 啊，这也是这个价位为能够买到的为数不多的跑车的车型。那我现在就在现场来简单的体验一下啊。首先是这个前脸的设计很有那种英伦的范儿，然后咱们这一辆是一个敞篷的版本，它是一个前置后驱的布局，然后这个小朋友正在看，配了一个 P0 的胎，然后它是软顶的敞篷。我们现在通过这个角度来看一下整个车的内饰，这个座舱呢比较的动感啊，我们现在进来体验一下。那相比那些超跑来说，这种跑车它的一个坐姿会更加的偏向于日常使用，并不会特别的夸张，那乘坐进来会比较的舒服。然后咱们现在这个敞篷的这个造型呢看上去也非常不错。然后我觉得捷豹的这个跑车其实整体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，就是作为这样一个车型 2.0T 和 3.0T 的动力都有，然后匹配的也是 8AT 的变速箱。整体的这辆车其实作为一个这种个性化的车型来说很有吸引力啊，不知道大家怎么觉得呢？